题啊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点点东西好了啊。什么东西呢？各位知道，其实在这个浏览器里面，它其实有一个开发人员工具啊。你在这个点一下，下面有一个更多工具，再点一下，有一个开发人员工具，把它点下去，你会发现哇，出现了这边，这就是刚刚的 HTML 语法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当然这不是刚刚的，这是我的系统啊。但是呢，你的网页也是一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像刚刚这个好了，刚刚这个就 Yahoo UTF-8 这个好了。好，我把它打开，你一样按更多工具，开发人员工具里面就会跑出它的网页语法，对不对？这个网页感觉像一个树状结构，好，感觉像一个树状结构。好，问题是不在，重点不在这里，这是 HTML 的部分。我们的重点是程式，所以请你点到 console 这里， console 啊，这有些同学可能我怕看不到，我把它拉上来一点。好，你点到 console 这里，你会发现说哦，原来这下面还可以有个好像可以叫我输入的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来，我试试一个哈。Console 点 log hello， 哎，它印 hello 在这里。我说 s 等于3 y 等于5 s 加 y 8，哎，这不就是 node 吗？为什么一个类似 node 的东西在里面？对不对？没错，其实 node.js 跟 Chrome 浏览器里面其实共用了一个东西，是 Google开放原始码的 V8 是一个 JavaScript 的引擎，两个都共用 JavaScript 的引擎，所以看起来当然都一样，基本上运作起来也几乎都一样。那如果你用的是火狐浏览器，或者是苹果的 Safari， 那里面的引擎不一样，但是用起来也很像。所以呢，你在这边你也可以写 a 等于括号123，对不对？然后 a 0还是1啊 ？a 1还是2啊 ？OK， 你都可以在这边打，在 Node 里面打的那些东西，你甚至可以定义函数，然后来呼叫它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是开发人员工具，万一你到时候你会想知道说，哎，我在这里加一个指令会怎么样？我做多做一个动作会怎么样？可以用这个，好吧？但是我们现在要用的不是这个啊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样哈。哎，我再做一个动作好了。如果我用 alert 是网页里面的一个函数，啊，它会显示一个通知出来，啊。哦，你时间到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写时间到就好 ，OK 吗？啊 ，alert，OK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写小时钟了。这边有 node.js 版的小时钟，有兴趣自己看。啊 ，node.js 版也可以写小时钟，不过长得会不太一样。我们现在直接看网页版的小时钟怎么做。好，网页版的小时钟呢，这个程式其实我是从 W3 School 里面简化过来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时钟的范例，它的网页长这个样子，我把它剪下贴上一下。 New 一个新档案，储存一下啊。log.html 记得存成 HTML 档，因为现在是网页了，所以要存成 .html 档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把这一个档案给开起来，刚刚叫做 clock.html 嘛，在这里啊，你会看到它会动，对不对？虽然
有点小，是放大一点。好，会动啊、哦。网页版的小时钟就这样，但是它的程式码长什么样呢？这个再小一点。它的程式码，请注意，你看哦，在 HTML 刚刚那里面 header 里面，我们放了一个 JavaScript。好，其实这个 script 要放在哪一段都没有关系哦，它都可以用的啊。我放了一个 script 段 ，script 段里面写的就是我们的 JavaScript 函数。好，那这里有一个有一些语法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？你会看到什么叫 get element by id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你看到下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div， 这 div 是个网页区块 ，OK。那 div 的 ID 叫做 time，OK，、okay, 这就是这一块的名字。我现在可以根据利用 get element by ID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，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ID，document 就是指这整个网页，这整个网页里面我去取得一个名字叫做 time 的东西，那它会把这一个节点取出来给我。取出来给我之后，这个节点里面可以设定它的 inner HTML， inner HTML 就是它内部的 HTML 的你可以塞一个值进去。那我塞的值进去，我塞什么呢？我塞10、就是 today， 现在取得目前的日期啊、时间，不只日期哦，这个会连时间一起取得啊。那取得现在的时间、小时、分钟和秒钟数，然后呢，把它塞到这个 inner HTML 里面，这是目前这个 showtime 的动作。好，可是如果我只这样做的话呢，没有加这最后一行，那它的 showtime 只会显示一次，就结束了。可是我们加了这个最后一行，这个最后一行做什么事 ？Set timeout， set timeout， 当它在多久以后呢？500代表500毫秒。500毫秒是多久？ 0.5 秒。如果是1000的话就是1秒。OK， 在500毫秒之后它会回呼。回呼什么东西呢？回呼这个函数。这个函数也就是 showtime， 其实你直接写 showtime 应该也可以啊，我还多包一层有点多余。那它就会在500毫秒之后再回复这个函数。于是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个递回 ？Showtime 就在 Showtime 里面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不会吃掉完全吃掉你的 CPU， 因为它是500毫秒之后才会递回， 500毫秒之后才会再呼叫一次， 500毫秒之后才呼叫一次，所以它其实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，因为它会等500毫秒，等500毫秒再呼叫一次。所以它不会占用太多时间，现在的 CPU 很快。那你看到它的结果，这边一直还在显示时间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好像太难了一点点，那真的你觉得网页版的太难了，先回去看 Node 版。这个 Node 版的长怎么样？你看，我们名字改叫 printtime， 然后它会 console.log new date。Date 就是指 new date 会取得目前的日期时间啊，然后呢，console.log 会把这个目前的日期时间印出来。那我呼叫 set timeout 之后呢，你看它呼叫一次进去一秒钟之后，它会呼叫 print time， 呼叫 print time 进去之后呢，它执行印出时间之后，在一秒钟之后又会再呼叫 print time。所以又有一个递回，而且是回呼的递回。然后你看，它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，对吧？它会一直印下去哦，它不会停。好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就说我今天把它另存新档。好，我就把它存在 CCC 底下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在。
应用程式底下，我开一个终端机。Node clock 点 js， 你会看到它一直在印时间，而且每一秒就印一次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就这样一直跳。OK， 在 Node 里面我们会印在画面上，在网页里面我们是不断的在画面上把那个字串取代掉就更新了。OK， 所以两个的做法基本上是很类似的，只不过一个是用 Node 执行，一个是用网页执行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一个程式不会停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停掉它，请你按 Ctrl+C， 它就会停掉，按 Ctrl+C 就会停掉。那网页版的呢，基本上不用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直接把它关掉，它就没了 ，OK 吗？好，按叉叉它就没了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告诉各位了怎么样写一个小时钟。那我们刚刚告诉各位用 alert 就可以显示 hello 这样的讯息，那就请你写一个码表。这个码表呢，一开始就说你就显示60秒，然后不断的倒数5958575654535251，一直数到0了之后时间到 alert OK，可以吗？好，这就是今天的两题习题。好，各位可以开始试做看看，有问题可以马上问。